宣召，怎么是他？除了他工人的宫旗，难道是要？可没有潜力啊。殿下，你一向手脚笨，怎么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好？妾过去常常给家父梳头。阿宝，是殿下。谁给你取的名字？是妾的两亲。取得不好，有谁会当你这样的人如珍似宝？有的，妾的两亲。令堂现在在哪里？妾不大的时候，他就……那就只是有过，没有就是没有了。为什么还要在本宫面前自欺欺君？在呢，殿下，妾恭请殿下请安。殿下，娘弟来了。明日晨醒，殿下打算怎么跟陛下交代徐主簿的事？妾也是在说笑。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忘了本宫怎么说的吗？以后本宫走到哪儿，你就得跟到哪儿，不然